加加加加加班嘞，加加加加加班嘞，加加加加加班嘞，加加加加加班嘞。我现在西北嘞，我已经加班三天三夜。我现在很疲惫，喝咖啡也想睡。啊、老板你真的犯贱，你害我加班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烦躁得像狗吠。加班加班加班费没有给 ，call back call back， 白天到了黑夜。Always always 加班真的是怪 ，No way no way， 老板我想拒绝。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，加班不能停歇。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，工作只靠音乐。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，半年都是泪水。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，加加加加加班嘞，加加加加加班嘞啦加。我已经到了极限。我已经加班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就在辞职的边缘。哦耶，根本不可能早退，我还要加班三天三夜，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恐怖影片。Oh no，加班加班费没有给 ，call back call back， 白天熬到黑夜。Always always 加班真的吃亏 ，No way no way， 老板我想拒绝。Yeah! 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，加班不能停歇。三天三夜三更半夜，工作只靠音乐。三天三夜。满脸都是泪水，三天三夜三更半夜，加加加加加班嘞，加加加加加班嘞啦，加加加加加班嘞，加加加加加班嘞，我现在西北嘞，我现在西北嘞。现在西北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冰燕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，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8月29号呢，其实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就是我的生日。那我的生日愿望呢，就是能够早日让我的这个个人专业呢突破这个10000大关。接下来能不能在8月29号那一天冲破10000大关呢，就要拜托大家多多 like 还有多多 share 啦。那为了回馈给支持我的朋友们，那我决定开放一个连接。那它这个是匿名留言的系统，无论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，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任何的批评，欢迎你留言，我将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读完所有的留言。再次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